今上午天比较热，弄些凉菜。没有吃过这个，这是一位朋友给送的，这啥皮炸焖子，还没有吃过。说这个炒肉来接，接上完试试。这都是贴上那种薄皮儿么的，切成薄皮儿了，然后给肉炒，是呗？我懂这个。我再加吧。你够不着吧？再进来啊！老天够不着。来吃点粥，牛肉吃吧。今天真好吃，真好吃。别都自己加啊！你上。你够不着，够不着再去加。我给点姨，给点姨加，点姨够不着钱。够不着了。正好能加回来。嗯。看看这个对，这是俺家朋友给的啥？说啥焖子？炒肉吃。你这个是炒的，嗯，还好吃，尝尝。这是凉菜啊，嗯，啊，这皮的，嗯，嗯，你要什么肉啊？是地瓜肉，你就那块儿。行行，那后面还能种了呗？他说主要是后面这块来种吧。行。多吃点，吃点能种呗？嗯，能种呗。能种花生呗？能。哎呦，你这！我知道小妞儿的套，你往前走走摘来个。啊，这个嫩嫩。我给你整了点套，夸你搁里往前拉走摘来。行了，能摘个。我怕累着。累不着，累不着，累腰嘞。自己带，你得说你斤啊，你那不吃的太少，你自己斤。嗯，行，我给你。